欢迎来到看漫画学程式。如果还没有看过其他关于图表的教学影片，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连结查看播放清单哦。大家可以先到下方的资讯栏点选程式笔记的连结，下载资料集跟程式码，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做看咯。上集我们介绍了 ggplot 的三种基本 bar plots 图，分别是 jump histogram、jump bar 还有 jump column。那这集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在这些条状图上设定比较的基础，好让我们可以清楚的比较资料分析的结果。列点表可以让我们看出类别之间的比较，比如这里可以看到女性坏人角色有676人，男性中立角色有725人。但是 ggplot 不采用这一种表格的形式，所以为了让资料能和 authentic 这个属性相容，我们要准备长形的资料格式数据。那在制作长形资料格式的时候，我们偏好用 count， 它会比 group by、pipe、summarize 更容易操作。透过 jump column 设置 position 这个参数，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排列跟比较表格中的数据。首先，我们要把要用到的长形资料放到 dx 里面，再把三种不同的 position 属性放到 pos 这个变数里面，用 lapply 分别把它们画出来。再来把 dx 放到 ggplot 中，透过 authentic 去设置 x 跟 y 轴的变数，也就是性别跟人数，再用阵营把它们分类并着上颜色。之后把 position 放到 jump column 里面，将前面设定好的 pos 变数指给它。那这边的 alpha 是用来设定颜色的透明度， label 则是可以帮图表加上客制化的标题和 x 轴跟 y 轴的名称。那这里我们把图表的标题设定为 position 的属性名称，也就是 stack、 dodge 还有 fill。 可以看到 stack 主要用来强调不同类别数量的总和，在这边的例子就是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总人数以及他们的阵营组成为和。Dodge 可以用来比较表格的所有数据，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图表看出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分别的阵营人数各为何。 Fill 则是把数据转换成比例去进行相对性的比较，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比例各为一，可以看出不同阵营在不同性别中所占的比例。这边有个小试身手让大家练习看看，上面三个图表哪个是比较容易依照性别分类比较中立角色的数量呢？哪个比较容易依照性别分类比较中立角色的比例呢？如果要比较各性别的人数，应该要用哪个图表？接着还有个小测验让大家练习，我们可以再利用上面整理好的 DS 资料画出不同的三个图表哦，试着修改下面的程式码画出下列的图表吧。接着要来透过图表进行分析了，这边我们主要会针对角色的阵营去做分析，想知道各阵营的数量会不会随着年代而变，各阵营的人数变化趋势会不会因为性别、出版商而不同呢？首先我们要在原始的资料集 D 中新增一个叫 Decades 的栏位，这个栏位放的是距离漫画人物第一次出现的年份经过了多少个十年，那这个是整除的意思。再来我们要用 Faceted Grid 来画窗格图，它可以把每一种我们指定给它的变数组合画成一个个窗格。这边呈现出来的是在不同性别跟出版社的搭配中，不同阵营的角色在不同 decade 的组成。我们用两行简单的程式码就可以回答这些看似繁琐复杂的问题了，是不是很有趣呢？通常比例会比数量更能反映出趋势，如果想把数量转化成比例，只需要把 position 等于 fill 放在 jump bar 里面。这边新建一个资料集 D2， 内容与资料集 D 一样，只是我们将阵营转变成 factor， 如此一来就可以按照我们给定它的顺序去排列呈现资料了。这边我们设定 filter 去筛选出出现时间大于等于 low decades 的角色，再来就可以用这个资料集画出 DC Marvel 在 low decades 以上各阵营在各性别角色中占的比例了。像这个就是 DC 的女性角色，她们在6 decades 以上各阵营组成的比例。那这边就是 Marvel 的男性角色在6 decades 以上各阵营组成的比例。下面的条状图显示了不同头发颜色和不同眼睛颜色的搭配中各阵营所占的比例。
HX 存放的是 D2 直到级里面，根据头发颜色看各有多少角色。EX 存放的是 D2 直到级里面，根据眼睛颜色去分类，看各有多少人。因为栏位的类别有点多，我们用 filter 分别筛选出 hair 跟 eye 的前三个类别，分别是 black、blonde、brown 以及 blue、brown、green。然后我们这次想要选的角色只有好人跟坏人，所以也叫 neutral 删除。X 轴是 decade， 用角色阵营，也就是好人坏人分类，并着上颜色。position 等于 fill， 计算不同 decades 中各阵营的组成比例。那我们从这整张图表可以看出来，黑色头发中蓝色、棕色、绿色眼珠以及棕色头发、棕色眼珠的好人比例渐渐变大，而金色头发、蓝色眼珠的好人比例则渐渐变小。最后又有一个小测验可以让大家练习，你可以修改上面的程式码，把比例改成数字吗？此外，你发现了什么？在这个小测验中，你又学到了什么呢？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下集我们会开始介绍折线图。如果想跟我们一起用漫画学程式，欢迎锁定我们的频道哦。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